大家下午好哇，下午好。欸，我发现今天上来先守候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有比较多耶。哦，真的哦？就证明说大家是因为 YB 的秘密吗？好，我希望我可以很理性的认为是因为大家很关注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绝对不是因为 YB 的魅力吗？我想应该很多人蛮喜欢听 YB 的一个分享吧。是，而且我觉得当然也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 YB 可能之前呢在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或许有些人是非常欣赏 YB 杨巧霜，或许呢也想要听 YB 来聊一聊说呢，现在作为一个在野的前部长级的人物，那他会怎么看待哦接下来这个政府呢在这个部门上的一些表现跟改进吧。所以说欢迎所有的朋友呢可以先来跟 YB 打声招呼，当然 YB 还没有上来，那我们前面呢会先来跟大家呢叙述一些新闻的背景，还有一些重要的数据，那接下来呢会再请 YB 上来的。所以先欢迎所有的朋友按赞留言，然后分享出去，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想要带回我们帮忙问一下 YB 的，想要听一听 YB 的一些意见的话，现在赶快留言吧。所以大家最重要的事情先按赞留言分享出去哦，因为我想呢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财安特备的这个单元呢主题是很重要的，就是跟女性家庭有关的。那我们都可以讲说先治好家，先管理好我们的家然后才治国嘛。所以我在想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basic，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我们今天就来聊，好好聊一聊跟你我都有关系。所以欢迎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今年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呢关于女性和家庭这一块我们可以做出怎么样的调整。 OK， ENG977 心所用嗡嗡，大家下午好，阿开丽，然后三探就问今天的访谈是说广东话吗？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大家要鼓励 YB， 其实 YB 的华语很不错的，真的真的，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跟 YB 做了一些沟通，然后就发现说其实 YB 的中文能力绝对是在我们的认知之上，所以欢迎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听 YB 怎么说，或者是看看他跟我们的一些互动啦。那我觉得呢977的这一番话真的会令所有的女性朋友感到非常的欣慰吧。是，他说呢应该要加强啊针对女针对性的一个政策，他说包括呢女性的带薪休假、就业保障的措施，提高工作的弹性，还有呢就是为一些就是比较脆弱的家庭提供收入啊和一些食物的支持，包括医疗和社会的保障。坦白说这些话题一字排开，我们都认同它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性，可是每一年都聊，到底每一年的改善有多少啊？我希望通过我们更多的讨论，提升更多民众的一个认知，我们可以从呢你知道吗建立一个基础之后再反过来监督政府，那逼迫开关引号啊，逼迫政府呢来好好的改善跟提升这些措施，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是，因为其实像刚才这个977说的，每一次在财案里面我们都会听到，都会被提起，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得好好的把它实行出来，我觉得要去找到那个关键点也是蛮重要的。然后我看到非常多人其实都跟 YB 打招呼哦OK， 所以大家持续的打招呼，然后持续的给 YB 一些加油打气，等一下他就会出来了 OK。David 就说是备受人民尊敬的 YB 你好，然后 Eileen 说很努力的一位 YB 哦，还有粉丝来了，非常多粉丝呢，而且你看 Eileen 也有说非常期待 YB 讲华语哦 OK OK， 好的，欢迎大家就是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哈，我们还有大概1分钟20秒的时间呢就会开始今天的直播了。三探就有问为什么马来西亚始终不能够达到男女完全平等呢？
坦白说，你问我，虽然我是一名女性啦，但是我觉得呢，男女要达到完完全全的两性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说不可能？不是因为我悲观，也不是因为我不认可性别平权这么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平权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和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所谓的两性平等，我觉得它很难达到，是因为两性在原本的一些性别分工，在一些我们的生理跟心理的构造上，它原本就存在着一些生理架构上的不一样。那这一个不一样其实就已经注定了我们在性别上其实很难达到真正所谓的平等，完全平等。对，所以对我来说，坦白说，我是女性，但我不会认为完全平等会是我们的一个要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要达到性别平权啊，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好，我们待会可以好好的来沟通，互相的了解一下哈。接下来我们有20秒就要进入到节目的直播现场了，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按赞、留言，然后分享出去吧。我们在跟大家聊过了一些新闻和数据背景之后，我们就会请 YB 上线了，赶快留言、按赞、分享出去。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忙什么。那今天的这个话题的特备呢，主要也是回到了10月29号将会提呈及公布的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那我们每一次呢，在财案特备当中啊，每一集的节目，不管是早班、我们中班的节目，或者是下班呢，我们都会挑选呢主要的一个议题来做深入的探讨，希望能够通过理性的一个讨论，还有嘉宾的一些分享呢，帮助我们做一些理清跟建设。然后呢，我们能够从民众的一个角度呢来提供一些意见或者是监督，那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你好，我是佩玲。你好，我是淑明。没错，我们今天要着重来关心的呢就是女性和家庭的这个议题哦。因为呢我们过去也不止一次啦，在这个下班忙什么聊过，因为这个疫情呢其实加剧了所谓的性别不平等，对于女性的健康啊、权利啊、就业啊、自由啊，这些影响呢都非常深远的，甚至让我们过去数十年以来迈出的一些努力啊呈现一个停滞或者是倒退的情况的。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哦，不只是我们嘴巴说说而已的。BIMB 的这个证券研究呢，在大马经济研究报告中就指明啊，这一场疫情呢让所谓我们以前传统的一个观念，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这个刻板印象哦，其实是回归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去年呢，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呢是一度直挫1个百分点哦，返回了这1.55%的水平哦。再回去看去年4个季度的这个就业人口比例的话呢，在去年失业率最高峰的2季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共流失了16万名就业的女性哦，其中呢35岁以下的年轻人或者是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女性呢，其实影响最大。哎，16万名很多哎。各位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16万名的女性是可以真正将他们的一个精力还有他们的专业呢回到了这个职场上来付出他们的一个劳动力的一个表现的话，那其实呢对于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国家的经济复苏也好，或者是我们整个市场劳动力的一个专业度，其实是一个大大的帮助跟贡献。不过吊诡的是呢，其实这些女性呢不只是在职场上失去了自己的问题失去了自己的专业跟工作之外，可能没有一份匹配到她的专业程度的薪水收入，可是她们回到家庭当中，不只是要承担家里的一些事务，同时她们可能还要承担家里因为疫情而受到的一些经济上的考验，所以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哦。那我们也看一看哦，根据国家的统计局最近公布的2019年的数据呢来显示说，其实在马来西亚，女性跟男性到了现在还是会出现同工不同酬的一个现象。那你试试想想哦，男性跟女性他们两个人可能都是在从事同等重要的一项工作，可是男性呢他可能可以获得的薪酬回酬是1块钱，可是女性呢却只能够得到94仙。我们是完成一样的工作，可是我们得到的酬劳得到的一个回馈却是不匹配不平等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只在所谓的疫情底下才发生，疫情前我们就有了，那疫情让这个情况其实更加的糟糕哦。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数据就显示啊，
2018年呢，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这个职业女性呢是从事这个服务或者是销售行业的，这个比例呢是大概 29%。 就有学者就指出啊，其实大部分受雇女性的行业呢都需要一个 physical presence， 是跟体力有关的，像是酒店啊或者餐饮业。那当然我们也讲了，在这个工作里面呢也会有一定的歧视，那这些歧视呢也会让女性在主要的组织里面担任比较低层的工作。那当经济萧条，尤其是在疫情底下的时候，哇，我们不能开店啦，我们不能堂食啦，最受冲击的其实就是这些所谓比较底层的工作，像是卖衣服的啦，像是在这个餐厅里面工作的这些员工哦，所以导致非常多的女性呢其实都失去了生计。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呢这一名学者啊，也就是美拉蒂说出这么样的一句话，他就有说呢，从多方面来看啊，对于女性来说，失去工作其实远远大过于失去收入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回想，哎，你没有了工作，你就是失去了这份薪水。哎，不只是这样，哎，因为它还意味着什么？哎，这个女性可能也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或者被迫呢在所谓的经济上要依赖他人，可能是依赖自己的老公啊，或者是依赖其他的家人哦，你才能够去支付各种的一些债务啊、账单啊，这么样的情况。而且我们其实要面对一个社会的现实哦，这一些失去工作跟失去收入的女性，她们可能是家中唯一一个工作挣钱的人，她可能是单亲妈妈，OK， 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她其实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嗯，没错，而且其实大家也要思考的就是，在过去一年多，这个女性的压力，我们之前有说过了，从原本你可能是这个就是需要照顾家里也需要出外工作的职业女性呢，到现在，你需要照顾家里的家人，你需要照顾家里的小孩，因为他们都不能出去上课嘛，等等等等的这些压力呢，在过去一年多，我相信女性都非常的困难的。所以下一段回来呢，我们邀请到吉隆坡的斯卡莫的国会议员YB 杨巧霜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件事情哦，妇女照顾孩子的议题，当然还有2022年的这一份财案。那我们也知道呢，YB 杨巧霜呢，她本身也是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这个部长的之一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来邀请 YB 跟我们一起聊聊。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或脸书直播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交流，又或者是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0182106106。好的 ，OK。OK， 好的，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就要很快的邀请到我们的嘉宾上场咯，所以先欢迎所有的朋友呢按赞留言分享出去。我们今天的在线人数呢挺多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呢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的来听我们的 YB 杨巧霜来讨论这方面的一个议题了。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一个财案特备，是能够提供大家一个机会跟平台，跟我们的 YB 呢就是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来解决或者是处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先请 YB 吧，有请 YB 杨巧霜。Hello, Hi YB。 Hi Hello YB， 有很多你的粉丝耶可以跟粉丝先打声招呼好吗？Hello 各位好，大家好。YB 吃饱没没吃饱了，就六点。做什么没吃饱呢？你今天八点多少点？今天没有八点，今日take a break， yes。今日拜三，做咩今日冇拜年咧？因为已经完咗，then the next sitting系budget sitting。哦，我 blur 咗，十二号啱啱啱到十二号，今日系十三号。今天是十三号了。OK。我哋 live 咗啦，系 live 咗噶。OK。好 presentable， 我们很 likely 现在OK， 我得 live 咗噶，所以欢迎所有的朋友赶快先跟我们的 YB 打招呼哦，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线上看着我们。那我们刚才因为蓝主编说他想要跟 YB 打招呼，所以我们刚才就赶快先把蓝主编先叫来OK， hand over to you 啦。 Thank you， 唔该晒。拜拜。OK， 谢谢蓝主编。好，欢迎大家赶快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出去。那其实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当然有些人呢就认为说，哎，这个我们在聊的就是女性跟家庭的议题，看起来它就是，你知道吗？有一点像是
家庭里面的一些事情。可是各位要有一个想法，你想一想，就像是书敏刚刚开场就有说了，其实先有家才有社会才有国这么样的一个概念、嗯、那如果女性跟家庭的议题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处理的话，那其实会衍生很多的社会跟国家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借由今天的这个节目邀请 YB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那我们现在呢大概还有2分30秒的时间才进入到直播当中。 YB， 我们有 Elvin 用说能不能听你讲华语？我会听，我不会讲。那 YB，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像刚才佩玲说的先有家才有国，其实你自己认同这个概念吗？我很同意啦，这个 statement， 因为我觉得是跟我们爱讲我们爱 membina semulan negara rebuilding the nation， 最重要的 institution 是这个家庭，因为这个是 first unit，是那个家庭的 unit 不 strong 呢，我们就有一个这个 community 就不会 strong 的了， community 一 weak 呢的 nation 呢就 weak 的了，因为一个国家是人民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家庭的issue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OK， 我觉得灰枪超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 YB， 我们有一个网民啊，有个听众就问你，为什么国家有妇女部但是没有男士部？因为我们觉得 男性、啊、已经在 cabinet 里面已经有很多 representative 了，因为 majority 都是男性，变成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啊、所以有一定有很多人 spokesman、啊、帮他讲在 cabinet 地步，但是在我们看现在的 social 的、problem 的 statistic、啊、男性现在是越来越多入去的这个、那些 statistic。For example， 我哋嘅 sexual harassment， 男性都有 victims。係講我哋睇 domestic violence， 男性都係有survivors。所以而家越嚟越多呢個 social 嘅 problems， 係講我哋睇我哋唔可以就係 focus on gender 啦。但係而家 cabinet representative 同埋 on policy 或者嗰啲 commentary， 仲有好多 weak points 啦，係即是冇咩幫到女性嘅，所以我哋。就是 traditionally 是有这个 commentary 本本本 wanita、女性的 commentary， 但是我已经 propose 了， 我觉得是如果我们爱一个国家是很 strong 的国家，我们一定要开始看、commentary 近日近日，或者是 at least 一个 agency 近日近日、因为这个不是好像是 babysitting 的 issue、因为他们在18岁做了大人那些 issue， 我们的 childhood、我们 carry with us all the time。是它会、延续非常多的课题，其实跟不同的这个部门都会有相互连接的部分。是 OK， 其实、我看到 Eddie 就有说呢，有单亲妈妈但是没有单亲爸爸，我觉得这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哈、其实呢我们在社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单亲爸爸，只是呢为什么单亲妈妈的议题常常被关注到，主要就是因为女性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的地位跟群体，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呢相对是比较严重一些，那我们需要去面对。而男性或许呢一直以来啊，我们都是一个父权社会嘛，很多东西都是以男性作为一个主导，所以他可能面对的问题呢就没有像单亲妈妈面对的挑战跟考验那么大了哈。而且我觉得特别喜欢刚刚 YB 有提到说，或许我们其实呢也应该要设立所谓的你知道干那干那这一块的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去了解、因为其实这些孩子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但他们可能有更多的问题是一直以来在国家的发展跟政策当中呢反而是长期被忽略的。好，我们现在倒数十秒钟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第二段的直播了，欢迎所有的朋友按赞留言分享，我们将会在电台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呢同步直播。欢迎回到下班忙什么。今天在话题的这一个主题选择上呢，我们就想要谈一谈的是女性跟家庭啊，在2022年的裁案当中值得关注的一些细节。这一段呢我们特别想要关注的就是关于小孩呀、托儿这一块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一年，学校托儿所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关闭嘛，那职业女性照顾孩子的工作量呢其实是不断的在提升的。
过去女性呢可能就是非常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你回到办公室当中就专注自己的工作就好了，那回家再来照顾小孩或处理家里的事情。可是因为疫情改变了在职妈妈或在职女性的各种的这一些责任，突然间需要身兼很多的工作，平衡家庭，平衡工作的需求，照顾孩子，做家务等等。那数据也显示说呢，马来西亚在第一次去年三月实行行动管制令的时候，女性的担子变得更为的重大，精神的压力也不断的提升。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就要欢迎今天我们非常重量级的人物要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先欢迎 YB 杨巧霜，欢迎 YB。 你好。是，那 YB 刚才佩玲所说的嘛，其实在过去一年多我们的学校不能开，托儿所不能开，那所谓的女性她家里的一些担子可能会变得更重了。所以从你自己就是接触这些民众啊还有经验当中，其实你认为对于女性跟他们的职场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呢？其实现在我们的 COVID 的 impact on 女性还没有即是一个complete 嘅 statistic 啦，因为嗰啲 statistic 仲系入紧嚟，咁我哋而家系睇紧parliament 佢哋嗰啲 answer 啦，佢哋嗰啲答案。咁琴日佢哋已经有报纸有卖咗，其实单身妈妈 single mothers 佢哋KBWKM 有做一个 survey 啦，佢哋就做到问咗呢啲单身妈妈，就43%。的单身妈妈说他们在这个 COVID 的 pandemic 就没工做了，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的 data 来的，因为这个是 based on 他的 survey， 他 interview 差不多23,000个单身妈妈，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在整个马来西亚我们没有一个 single 的 database for 单身妈妈，单身爸爸都是没有，咁你冇咁嘅 database 咧，就 measure 唔到佢哋嘅 impact 啦。但係係估呢個 survey， 你可以睇係差唔多同第啲 statistic 啦。好多人喺呢個 covid 係冇工做，同埋係估你睇係估佢冇工做 ，the first impact 佢哋會 impact 到嗰啲女性啦。因為點解女性咧？因為United Nations 都有講啦，佢哋講女性多數佢哋冇收入，即是佢冇儲到累嘅，因為佢係估有錢都係去係賣嘢賣食嘅，賣糧食啊，俾細佬哥啊，同埋俾家庭嘅，變咗女性就冇收到累。第二個咧就係佢哋好少 social protections 啊，好似係估佢多數做係 informal work 啦，好似打理屋企啊，或者cleaning 嘅 service 啊，好多呢啲 informal 嘅 work 佢哋就冇 EPF， 就變咗即是。冇 social protection for 女性，變咗你有咁嘅 crisis 咧，女性就會 most affected。佢哋仲係佢哋揾嘅錢係少過男性啦。變咗就係而家我哋可以睇就係單身媽媽，我哋知道我哋其實馬來西亞有多個女性嘅多啲啊單身媽媽 compared to 男人啦。變咗呢啲係 some 一個 indicators 啦 ，that 呢個 COVID 係 impact on women。咁頭先你有講Emily 你有講 childcare， 因為書館而家送乜山嘛，以前係估有書館都好啦，一歲到六歲細佬哥都係估佢冇 childcare 都係好辛苦for女性，而家書館山埋就變咗一歲到十七歲都係送乜喺屋企，就變咗呢個 childcare 一個 priority 一個 core issue 啦。咁係估國家係估政府 tackle 呢個 childcare 就唔使需要擔心就係幫到女性，因為如果你幫 childcare 單身爸爸 so much 都會enjoy 呢個 benefit 啦。咧我就會俾你問第二個 question 先啦，我唔係講太多呢個 first question 啦。OK， 當然我們理解到呢，其實這一些在職媽媽原本在生活當中，一般的生活當中已經面對的挑戰非常大。當然我理解到有些人就認為說，哎呀，為什麼你們那麼關注或者只是關注女性面對的問題？其實不是只是關注女性面對的問題，而是女性面對的問題恰恰影響著自己的小孩，影響这整个家庭，所以我们其实在讨论的不只是女性的问题而已哦。那回到刚刚 YB 其实有提到嘛，那你看女性在疫情当中面对的挑战就变得更大了一些，尤其是 YB 刚刚有提到的托儿所这一块，
其实在过去几年的财政预算案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不管是谁当政府啦，其实呢都有提出要设立或者加强托儿所这么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接下来想请教 YB， 你认为现在落实的情况怎么样？比如说拨款方面在金钱方面足够吗？那其实在财政预算案公布推出之后，其实这样的拨款是否真的有分配下去，然后在托儿所方面的议题真的是有处理到呢？那我现在开始讲回2019年，其实2018我们一入去 Putrajaya 时，百家丹哈拉宾入 Putrajaya 第一个礼拜，我入去 office 就收到这个消息，他们找到一个 baby 在的 nanny 的雪柜里面，那个 baby 就过了身了，变成我就去看那个情形，就知道其实那个妈妈是我们的nurse 来的，在我们的 government 的 hospital。 那我们就问为什么我们自己的 frontliners 呢就没有一个 childcare 的 support 了，然后我们就立刻做一个 audit， 就 interview 了 send 了那些 survey 给那些 government agencies， 就540间 government agencies 写回来跟我们说其实他们没有 childcare 的 facilities 给自己的政府人民。那我就觉得是估我们自己政府都照顾不到我们自己的 frontliners 和我们的 staff， 是估政府做不到 childcare 在的 office 那里，我们怎么跟 private sector 说那些公司一定要 set up， 我政府一定要做一个好的 example。 就变成2019年，林冠英就 announce 10 million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to set up childcare。 在这个10 million 里，我们就set up 了65间 childcare 在 government agency。 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 focus 在 government 医院、马达寮police station， 还有那些有 uniform 的 unit， 好像 Jabatan Penjara 因为那些 frontliners 这些 staff 他们的做工是 shift 的，变成是他们夜晚的 shift， 是没人撞小孩，因为外面的 task force 是5点就关了。那我们就 make sure 这个10个 million 是给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美师，这个是2019年 COVID 还没到，一 COVID 一到了2020，其实的政府我们已经是 pass 了一个 budget before Sheraton move， 就是给三倍 increase， 就 30 million for childcare， I focus on all the hospitals 了。那我们就在百里蚊那里问了，为什么这个 30 million 我们看不到这个 childcare， 还有我们收到很多就是doctors 啊 nurses 啊，这个 COVID 的 pandemic 就意思就是是说我是一个医生，我在那里长那些 COVID patient， 我不敢回家，怕惹到给我的小孩哥，就变成是估我们有这些这样的 childcare facilities， 或者我们可以就是 better support 我们的 frontliners。 但是我们 ask 在 parliament 30 million， 其实他们只是用到5 million， 5.5 million。 然后今年我们再问过，我刚刚parliament 我再问过，2021年我们又给回是 30 million， 其实他们有没有 set up 到这些给我们的 frontliners？ Out of 30 million 只用了 6.6 million， 变成这些是很少用到，就是应该用的钱他没去用来帮那些 government agencies， 其实不是就是 shoegood， 不是就是hospital 或者police station， 还有很多先生很多 schools teachers 什么没这样的 support。 那我觉得是政府自己做不到，我们很艰难跟 private sector 说你一定要做，变成这个 effort childcare 一定是要政府来 lead， show 一个好的 example， 好的成绩，变成 corporation 才可以。因为你现在很多 businessman 外面已经他们很辛苦来 survive 来 pay salary， 你再 force 他们这个 childcare 他们真的不行了，他们就要给人工啊，他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变成我觉得这个 childcare 很可惜咯，30 million，政府没什么用到这个钱来帮这些task。所以 YB 刚才我们着重在聊的可能就是托儿所方面嘛。其实我们知道去年的财案它其实有提出包括了一些微型创业贷款啊，或者是一些社区支援中心给家暴等等的。其实你会怎么看待它去年寄出的这一份财案针对女性的一个帮助？你觉得过了一年多，其实这一份财案真的有帮助到女性吗？其实是没有，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不是就是家庭，不是就是家长 parents， 其实那个 childcare task 的 operators 一样是很辛苦。是估你看现在很多 work from home 就变成 task， 他们
一樣愛俾誒嗰啲誒先生啊，嗰啲長細佬哥嘅佢哋嘅人工，但係有好多家長講係，如果我 send 唔到我嘅細佬哥去，點解我仲愛俾你個個月愛俾你一個 fee 咧？就變咗佢冇入息，就去嗰啲 train 咗嘅 nanny， 佢就唔可以拉住佢，變咗好多 task。其實我聽到誒、statistic 我冇啦，但係我聽到 from all the operators 好多係已經係執笠咗噶啦，嗰啲誒 task。同埋呢個 task 誒、COVID 嘅時咧，嗰、那個 SOP 係好亂水嘅，因為佢係誒一誒零到四歲係喺 Kementerian Wanita 嘅 SOP， 誒五歲到六歲咧就係 Kementerian Pendidikan Tadika。Okay， zero to four 四歲係 Taska， 五歲到六歲係 Tadika， 變咗呢兩個 Tadika 同 Taska 佢哋嘅 SOP 啊，好似冇咩人理佢哋嘅 SOP 咁，變咗有好多俾我哋都愛做 Zoom 啊，我啊爭緊錢啊 ，Masli 啊，同嗰啲 Taska operator 嚟傾啊，因為佢哋覺得做咩嗰啲 SOP announce 冇 announce 到佢哋嘅，啊變咗呢個係一個啊好大嘅問題，佢哋又。有時愛開，有時愛閂，變咗佢哋好多已經好辛苦而愛繼續落嚟俾佢哋嘅人工啦。是的，我觉得呢 ，YB 刚刚谈到的，可能对于一些家里没有小孩的人来说呢，诶，可能在过去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各位，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常常说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可是每一次呢，我们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在因为一些大型灾难，比如说像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候，可是这些孩子们、这些女性跟这些家庭，恰恰面对的这些我们看起来比较细微的问题，却常常是最先被牺牲的。那我们又要花更多的精力跟资源，可能在往后来做一些重建的工作。我想这对于一个应该健康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呢，不应该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么样的一个理性交流跟探讨，来找出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我们接下来呢，先进一段资讯，欢迎所有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来跟我们的 YB 做进一步的互动交流。OK， 我觉得有两位网友的这个留言很值得聊哦。OK， 一个是 WYS， 他就认为说，大家请不要针对女性讨论议题的时候呢，硬要扯上男性面对的一些问题来模糊这一个焦点，或者是合理化女性不公平的一个遭遇。因为刚才我们多次强调，其实女性是弱势群体之一。那像刚才 YB 有特别说了，在这一个cabinet 的部分，我们也是以男性为主的，所以必定的我们也要从这个弱势群体的角度来好好聊这个问题。那 YB， 我们有一位网友叫约翰，他想要请教一下，哎，你是怎么样去就是 convince 你的 parliamentary 的 colleagues from PAS？ 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现在主要的整个 cabinet 还是以马来宗教，就是伊斯兰为主，然后男性为主。其实你会怎么样去就是说服他们 pay 更多的 attention 在这方面的 policy 上面呢？这个是一个 ongoing 的 process 来的，因为如果你看现在的 citizenship 的 issue 啦 for women 啦，很 hot 的在的 news 啊，但是如果你看那些 spokesman 啦，讲一样的问题的，终于都是女性的 MP 啦，变成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给多一些awareness 的 course 啊，给我们的 male MPs 啊，给他们知道其实这个我们讲的小孩哥 childcare 不一定是爱女性的国会员来争取的，应该是大家的一样，我们的是我哋即是我哋嘅一個 joint responsibility 嚟嘅，因為細佬哥唔理佢係幾多歲都好啦，係男同女，我哋有一個 joint responsibility 啦。共同的一个责任哈，而不完全的。每一次谈到女性、谈到孩子，就只有女性的国会议员站出来发表或者是提出。确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难道孩子跟家庭男性没有份吗？会有这样的情况。不过当然谈到了这里，我还是要做一个免责声明啦。真的就像是我们刚刚 WYS 说的哈，书名特别有念出来的这一段，我们并不是要强调或者是放大女性面对的问题，还是回到那句老话，只是因为我们提出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它恰恰关乎的是整个家庭、整个社会还有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跟进程，那这一点呢其实才是一个关键哈。 OK， 好的，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有没有他的问题。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可以回答 Moses 的问题。他想要请教 YB 哦，如果有一个妇女，
她是单亲妈妈，那她有孩子，可是她没有结婚，她想要申请这些援助金，她只能拿到单身的。所以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这些贫困的单亲妈妈呢？其实这个 citizenship 的 scenario， citizenship 有很多不同的 scenario， 我就是觉得这个 home ministry 应该做多一些 infographic 和 poster， 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男性和女性的 application 的 logic 一样不同。那我们已经有 proposed 了、我不知道 so much facts on this case， 但是我们 during 我们下一班的 time， 我们有 proposed to 这个 home ministry， 我们说这个 citizenship affecting 小孩子很慢，还有有很多 backlog 的 cases。 那我们有说了是那个阿爸去马来西亚的男性去跟一个、外国的女性结了婚、没结婚就生了个 baby 在马来西亚，有很多 case 他的仔女拿不到 citizenship， 因为他不可以、证明他们有结了婚。那我们已经 propose 了给政府，我们说你应该接受 DNA 的 test 了，因为 DNA 的 test 是最好的最快的了、但是 DNA 的 test 就是贵了，差不多一个 case 差不多有3000元，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 DNA 的 test， 应该是 conclusive 的 evidence 来证明是他真的他是阿爸，他又是马来西亚人，应该的小孩哥就有 citizenship。 其实有这个 citizenship 的 case， 我不知道为什么、马来西亚看到一个很 sensitive 的 issue 来的、其实是那个小孩哥是在马来西亚里面出世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帮他继续来 stateless 都好，是不是他是永远在马来西亚，他出不到国的，他是离开不到的，因为他没有 passport 嘛，对不对、变成是说你不喜欢也好，你一定要 as government tackle 这个 issue， 做多些 consultation， 听多些意见，听多些 cases。 是说这些这样的 cases 我们不爱理他，他的 numbers 越来越多、高了、永远不会走开的了。咁呢個 case 係嗰個我建議，即是係估佢可以去見佢嘅國會員，見佢嘅國會員嘅 office， 佢哋可能可以幫你寫信或者幫你 check with immigration， 或者 home ministry 睇你點樣幫呢個細路哥咯。其實我哋有好多咁嘅 backlog cases 啊，個個國會員嘅 office 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国会议员选了出来呢，当然就是你有问题的时候呢要向他们提出来，所以请各位善用你们手中的这一张选票，然后好好的去开关引号哈，去找一找你们的国会议员，然后真的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至少呢也可以通过这些国会议员掌握到的一些资源，或者是一些国家政策上的一些处理方式，能够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OK， 其实现在 Emily， 其实现在我们写了很多信，很多国会议员写这个信，是他的 policy 不改变，好像这个 women and citizenship， 很多国在我们国会又有讲了 statement 又出卖了，但是这个 home minister 他们永远不可以那些 cases 是很多at least 40,000 那些 backlog cases。40,000 YB， 我想问，那你认为怎么样才可以改变呢？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citizenship 才能够促使到可能相关单位的一些负责人有所改变。我觉得我们的 policy citizenship 的 policy 太 conservative 和很 backdated， 我们一定要做多些 consultation， 听下现在的 cases 嘛，已经那些 circumstances 很不同了。好的，我们还有一分钟，我们还可以可能可以再问个回答个问题。好，我来看一下。对，其实 Moses 的那一个问题就是单亲妈妈的问题，我相信其实 YB 刚才也有提出了，我们应该要也对单亲妈妈这一个方面呢做出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 infographic 出来，不然像 YB 所说的，我们其实不知道马来西亚有多少的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这一块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OK， 好的，我们现在还有40秒呢，就会回到节目的直播现场啦。所以呢，先请所有的朋友按赞、留言、分享出去。然后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 YB 杨巧霜就是做点交流互动或者是询问的话，现在赶快留言吧。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想要聊的其实就是家暴，因为在疫情当中呢，其实家暴也成为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跟值得关注的问题哈。好，我们现在还有20秒就要回到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所有的朋友来赶快按赞、留言，然后分享出去。我觉得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的重要，而且也很开心，请到了 YB 杨巧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现在准备进入直播。
欢迎回到下班忙什么。你好，我是佩玲。你好，我是淑明。是的，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过去这一年半，疫情不断的出现各种的变化，加剧拖延，行动管制令呢也一直不断的被颁布。我们经过了很多各种不同的 MCO， 那其实呢 ，MCO 打击的不只是我们对于性命的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工作上的一些损失，收入变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家暴，其实也一直在恶化当中。那根据妇女家庭及社区发展部所提供的一个警方的资料就显示说，其实今年一月到八月之间呢，警方接到的家暴投诉已经呢算是几乎追平了去年的一个数目，将近5000宗了哈。那其实 WA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妇女援助组织呢，他们也透露说，向他们寻求庇护的这个案件呢、啊，也比去年呢增加了 1.5倍啊，非常大的一个激增啊。不只是如此哈，其实呢各种的一个变化，疫情中的一些限制，也同时造成了家暴的幸存者呢，其实在最初逃离家里的一些险境啊，或者是未来的自力更生上啊、面对更大的挑战跟障碍。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 YB， 其实家暴在疫情后的投报，因为现在不断的上升嘛，不断的增加嘛，那其实你认为这个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政府在这一块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的 issue during MCO 最大的问题是 data 的 collection， 是刚才 Emily 有讲到政府的 data， MATA 的 data 不同， WAO 的 data 又不同。那我们2019我们已经讲我们要 set up 一个 national committee on 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的 stakeholders committee， 在有三个 level， 应该是 Putrajaya 州政府和那个 district 好像 Petaling 啊plan 啊，佢哋一定我有自己嘅regular 嘅 meeting 啦，嚟 collect 呢個 data。因為我覺得呢個 domestic violence 係估佢係愛又有咁嘅問題，係估佢愛 report， 佢多數唔敢打俾馬達或者唔敢打俾政府嘅，佢一定係會揾 NGO、嗯。因為好多人其實佢唔知道，係估我 call 咗我 report 咗，因為呢個係我 complain 緊我嘅家人啊。domestic violence 啊，其實唔係就係老公老婆。應該 any member of the family， 好似仔女打阿爸阿媽，老嘅阿爸阿媽都有，都係算係 domestic violence。咁我哋就即是我哋愛人嚟 report 啦，但係好多好多問題，呢個係因為佢係家庭，變咗人哋好驚，因為人哋唔知係公我攞咗電話啦，我 call 咗嚟 report 啦，其實係會發生咩事嘅咧？會唔會佢嚟捉我嘅老公啊？或者佢會唔會嚟捉我嘅仔啊？好似係公我係一個阿婆。我的仔打我，我怕是我報了他會來捉我的仔，我的仔會坐牢，變成是我們不跟人民解釋的 process， 那些 infographic 人家會不敢 report， 變成人家就會打給 NGO， 他們找 NGO、啊、找那些 places of worship、啊、教堂、啊啊、廟、啊、他們就會 找朋友來幫忙，變成這些 data collection， 我覺得是那是 MATA report 或者是大靚格斯個 commentary 話你得自己嘅 hotline 咧，多數呢個係叫我覺得呢個叫 underreporting， 因為 by the time 佢打俾馬達係好 serious 咗，其實有好多啲係 beginning 嘅 cases， 有 warning sign 嗰啲，佢哋係一定係會 win NGO， 變咗咁嘅 national committee 係好重要，佢哋一定係個個月或者 you know 兩個月一擺，一定係坐埋一齊嚟 compare 佢嘅 data 嚟揾一個 data reporting， 係估你嘅 data 係唔啱。如果你是 underreporting， 就變成政府不會 pay attention on 這些這樣的 case， 那 有一些東西是政府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它的 hotline 就應該是多些 找多些 interpreters 可以講華語的，或者可以講 demo 的，變成是估 domestic violence， 如果是小孩虐待小孩，小孩如果是不懂講馬來話去 call 他聽到馬來話就害怕就off 了個電話，變成我們覺得這些這樣的 hotline 一定是我多些 resources pump in and more training， 同埋呢個坐埋一齊嗰個 coordination 嚟 reporting。但係我哋收到嘅parliament， 我有問喺parliament國會，其實呢個2020舊年到今年呢、這個 BGB 其實好政府有好多 program 都係 cancel， 應該係有多啲時間嚟坐低嚟做呢啲咁嘅公重要嘅 meeting 啦。但係我收到嘅 report 咧就差唔多一年去 meeting 一兩擺啫，我就覺得呢個係好差同埋好。即是唔夠啊，唔夠 attention 落呢個 such a serious matter。喺嗰呢個 domestic violence 細路哥，佢
你聽到的聲音可能是最後一擺你會聽到的聲音，所以我們覺得我們這個 awareness 是不夠。他有一擺去年去用這個 MKN 的 SMS 來跟大家說，如果你有這樣的問題你可以 call 大靚格斯15999。我覺得這個大靚、這個 SMS 的 MKN 應該是用來教人家怎麼來 report、這些有意思的 SMS 应该多啲嚟，即是俾人知道其实呢个系一个 option。系估佢用呢个 SMS MKN 攞嚟做 spam， 俾埋我哋嗰啲意见系唔重要嘅。我哋嘥咗呢个机会嚟，即是帮嗰啲人，因为可能佢冇 WiFi 或者咪，但系个个人有 SMS 啊，应该系用呢个 SMS 个 platform 嚟帮人哋啦。我觉得从YB 的一个，这个建议很好，是是是，这个建议真的蛮好的，而且它是现在就有的资源，应该可以马上去做的。其实我从 YB 刚才上一段到这一段的一个分享当中，就发现不管是单亲妈妈议题、托儿所议题，或是刚刚我们讲的家暴议题， YB 在倡导的就是第一，要有一个资讯透明的一个 databas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就是在宣导方面，我们更应该提高他的意识，这两个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可是 YB 在我们不只看马来西亚，全球在疫情底下性别不平等在疫情底下都会退后一步哦，那女性的这一些权益都会被打击。其实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政府应该要马上去做改善的呢？我哋要睇而家嘅 data 喺白莲敏，佢哋已经讲咗有差唔多28%个 M40 middle class， 28%个 middle class 差唔多系580,000个人已经跌到落去 B40 咗，变咗呢个我哋嘅 middle class 就越嚟越细。middle class 佢系 contribute taxes 啊，去啊，即是帮我哋 generate 呢个 economy， 系讲我哋唔涨呢个 middle class 呢个 M40 咧，啊，国家就会越嚟越窮啊，因為呢個 group 係幫手你 generate income 啊。咁我覺得係如果你睇呢個 M4D 有好多女性做工嘅 M4D， 佢係需要人哋幫手喺屋企去做工，佢需要人哋幫手屋企，所以我請一個工人嚟幫手。呢個 M4D 嘅問題可能大家覺得啊唔係好重要，其實呢個 COVID 嘅 border shut 咗，有好多人係揾唔到工人嘅，有好多工人嘅 contract 已經係finish 咗，佢翻咗去嘅國家，佢係入唔到嚟而家嘅 borders， 變咗同埋嗰啲 agent fees 同係而家係好貴啦。而家佢哋嘅 latest quotation 係，如果你愛揾一個工人，我聽講啦 ，in the market at least 20,000-30,000就係 agent fees， 變咗呢個係如果我哋唔幫呢個 middle class 嘅 working woman， 俾一個呢個 support structure， 佢可能做唔到工，係如果佢做唔到工，佢就係辭工啦，係佢辭工，你嘅 woman in the workforce 就會越少越少啊！咁而家我哋嘅target差唔多係 56%， 都唔多，其實係好 low 咗啊！係咁，我哋繼續唔幫呢個 working class 嘅 women， 俾佢哋呢個 supporting structure， 我覺得好多人冇講呢個問題啦，俾佢哋即是啊呢、這個 access to 揾工人嚟幫手喺屋企啊啊，因為屋企唔係做媽媽，唔係就係睇細佬哥啊！你仲有家庭嘅屋做啊，嗰啲牀啊、洗衫嗰啲好多嘢做嘅。同埋細佬哥係佢冇去讀書係咪？佢日日喺屋企係咪？佢又 snack time 啦，又肚餓啦，又其實係 full time 嘅 ，even you work from home。所以我覺得呢個政府一定要快快脆脆睇點樣嚟幫呢個 middle class 呢個 M4D 嘅 group 嚟幫佢哋繼俾個 support structure， 俾佢繼續可以做工啊！有好多人而家系揾唔到呢個 care sector 啊、，whether 佢係長細佬哥或者係長老人家啊、，to help 呢個 middle class 繼續可以做工啊。嗯，作為一個也是 M40， 然後也是一個新手媽媽，也是一個在職媽媽的我，非常認同 YB 剛剛說的這一番話。這真的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最大問題，因為不算是非常的 B40， 但又刚好你知道刚刚过那个 borderline， 你知道刚刚过，然后是 M40 的最底端，然后现在面对的很多的问题也得不到政府一个直接性的辅助跟帮助，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所有的问题需要自己去面对跟扛起来，有时候坦白说真的会处在一种那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完全放弃我的专业跟工作，然后在家中照顾小孩呢？但
这样的一个做法，当越来越多女性都选择这么样的一条路的时候，它对于国家的整个发展，对于整个家庭的发展，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想一想的。那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最后一个问题要问 YB 的就是，10月29号，也就是政府将会提呈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嘛？那其实 YB 作为前朝政府也是掌管呢，曾经是这个前妇女部的副部长这一块呢，其实 YB 你有什么建议，你有什么期待呢？希望在2022年的财案当中，政府可以赶紧关注一些重要的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是给就是各个小孩有一个 allowance subsidy for childcare 的 allowance， 因为你要帮两个人，你要帮三个 category 了。第一个是鼓励俾細路哥安全啲，佢就係 childcare registered childcare。咁 registered childcare 佢就有好多 requirements 啊，嗰啲 compliance 就變咗係唔平啦。而家喺 Klang Valley 長細路哥，差唔多 Daska 500-700扣一個細路哥。OK， 咁係估你唔俾佢 enough 個呢個 subsidy 或者 allowance 咧，有好多人就去嘅 black market 啦。That means 佢去揾嗰啲 nanny 啊，係冇 training 嘅。200扣平平嘅長三個細佬哥嘅，變咗細佬哥安全就唔安全啦，係估佢俾嗰啲 unregistered 嘅。咁你係估你有 childcare 嘅 allowance 或者 subsidy 政府嚟俾，好似個個細佬哥有 M4D、B4D 有一個 subsidy allowance for childcare， 我覺得就會俾細佬哥安全。第二個你可以幫到 mother 啊媽媽同埋爸爸繼續做工啊，細佬哥有人長。第三個你就係幫呢個childcare 嘅 industry 嚟 survive， 係估 childcare 嘅 industry 蘇媽執笠咧就慘噶啦，冇人養細佬哥噶啦，冇人養細佬哥就蘇媽做唔到工噶啦，變咗呢個 childcare， 我覺得呢個 childcare subsidy 係最重要嘅 for 呢個 next year 嘅 budget， 係估我哋要 ensure 呢個 workforce 繼續嚟做工同埋 contribute economy。第二嘅我要 propose 就係有好多阿爸阿媽佢有一個 special child。好似children with autism 啊，或者佢係 cerebral palsy 啊，或者 Down syndrome， 咁有好多呢啲Daska 或者達利加，佢哋係估佢哋生就冇人養佢哋，變咗差唔多有一個多數係一個家長去辭職嚟負擔屋企養，變咗我覺得呢個 category of parents 咧，政府應該要幫佢哋多啲可能俾佢一個basic minimum wage 嘅 pay 啊，即是我哋政府係 recognize。講其實你而家長嘅細路哥，其實對國家嚟係好嘅，一個 good 嘅 effort 嚟嘅，變咗我哋覺得政府應該係 acknowledge 呢個 group， 因為呢個 group 嘅 population 可能唔大，因為你有 statistic 嘛，你有 OKU cut 嘛，咁我覺得政府應該而家係幫呢兩個 category 啦。嗯，我们从 YB 的分享当中会发现啊，诶，真的是有家才有国，把家里顾好，我们才能在后续的这个经济复苏上面呢，可以更加的有效率，或者是呢，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回到一个正轨上面哦。今天非常谢谢 YB 杨巧霜的一个就是分享。如果大家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又或者是 Spotify 呢，重新听今天的一场解说。谢谢 YB。唔该晒 ，OK， 好的，我们来看哦。SSD 说，对他赞成 YB 所说的，其实不只是小孩，家里有年老的家长也一样辛苦。OK。然后 Robin 也是赞同 YB 所说的，其实Hotline 教育 NGO 社团等等都可以帮忙改善家暴事件。OK， 然后还有谁呢？哦 ，Robin 也是想要问 YB， 他说，你是如何面对可能你自己的一个就是政党里面哦，重男轻女在国家，就是在这个政党里面重男轻女，你的政党是比较重男轻女，所以他认为说你要怎么去说服他们或者面对他们，然后让女性在国家的将来可以大有所为，尤其是参政的部分吧。我想 Robin 指的是这一块。咁而家我哋而家又有多咗女性喺巴黎門啦，而家總共有33個人，差唔多係14%，同埋有好多都係後生嘅媽咪，好似尹美英啊、曾英錢啊，變咗我哋多好有好多教温啊，一齊嚟，好似我哋喺 WhatsApp 成日嗌交啊，
讲呢，其实呢个 issue 系好重要嘅。点解你冇唔帮我哋啊？或者我哋嗌交讲，应该系有咁样张紧一紧啦。点解你唔 support 啊？所以我哋有成日咁嘅 debate 啦。online 变咗而家我睇而家 women participation 系有高咗，但系都系一样唔够。同埋我觉得我哋嘅women minister 系唔够 aggressive on 呢啲 issue 嚟帮女性噶啦。同埋細路哥啦，所以我哋做反對黨，我哋喺八年蚊係繼續大大聲嚟問，即是我哋要知道，因為呢啲 issue 係好重要嘅，俾國家我哋人哋聽，可能人哋諗住做乜講，成日講都係講 child care， 講嚟講去都係女性嘅問題，但係呢啲問題其實係估你冇去揾一個解決啊，係嘅 impact on。好多家庭係好重要，好似舊琴日，都好似係琴日或者兩日前，白蓮蚊有問，即是呢個 BGB 有幾多個 couple 係離婚咗？聽到舊年到而家差唔多係 more than 60,000，人哋已經離咗婚，變咗係估個個 couple 有一兩個仔女，你諗下幾多個細路哥其實係 affected during this time， 所以呢個家庭嘅 issues 我覺得唔可以再繼續落去咁樣，好似 neglected 咗喺白蓮蚊，所以成日你睇佢哋講佢哋成日睇嗰啲 comment trend 嗰啲重要 comment trend 嘅畫眼啊 ，transport 啊，笨呢啲嘅，你冇咩睇到呢個緊急嘅 issue， 但係呢啲咁嘅問題係估你唔解，你唔去睇佢係咪好快去十八歲。佢大咗，佢又做大人啊！同埋呢個 cycle 會 repeat 嘅咯，我哋係永遠 solve 唔到。係一個 strong 嘅 developed nation， 多數係好佢哋 spend a lot on children 啦。Malaysia 真係好 left behind 啊！而家是沒有錯，我也認同呢。馬來西亞在這一塊呢，真的就是在後方需要花更多的心思追趕上來。當然，我們常常說這些問題為什麼每年都要談，就是因為都沒有獲得解決，所以我們才每年都要談。那你必須要有一個開始，才有辦法制定呢中短長期的目標。那國家在處理這方面的一些事情，才有辦法好好的去解決，而不是每一次看到一個洞就填補一個洞。那這樣的話，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而且也像 YB 说的，它会一直不断的循环出现。那马来西亚中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看起来就是遥遥无期了哈。OK， 那 Robin 说，女性的问题其实也是家庭的问题，那当然也是男性的问题了。哎，说得很好，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了哈。OK， 那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呢，也非常赞同呢，就是我们YB 的一个说法。那 YB 谢谢你，就是播出很宝贵的时间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可以最后做个结尾啦，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自己也很想要听一听 YB 的说法。YB， 我们有个网友叫约翰，他想问你说 ，YB， 你同意打小孩吗？其实这个我记得有一个我在 Putrajaya 时有一个 ambassador 来见我去讲，其实你们马来西亚我们有有出过一个 case， 我们在 Malaysia 在外国打小哥就变成被那里的国家捉了那有很多人讲其实我们现在不应该打小哥，我同意我们不可以即是打小哥打到去 有 injury， OK，但是我觉得这个 discipline 的你不一定是去打，你可以拿你讲怎么讲跟他就是好好来听和讲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就是打伤小孩了，这个 caning， 这个 public caning 打小孩我不赞成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2021年啦，还有打小孩这个有一个 harm on 他的emotions 就變咗係估你睇嗰啲 statistic 有好多都係虐待細路哥嘅，佢哋自己去細路哥嘅時，佢自己又俾第啲人虐待佢，變咗我就係講緊呢個細路哥嘅問題係估我哋冇 rehabilitation 啊，冇 counselling 嚟好好，佢好快去十八歲去做咗阿爸，佢一樣會 repeat 呢個 cycle 咁我哋喺其實有好多人唔知道我哋馬來西亞我哋嘅 government hospital， 我哋有一個 team 叫做 scan team 嘅，變咗。個個俾細路俾阿爸媽虐待嗰啲有 injury 嘅咧，即是入醫院有 injury 嘅細路哥，佢哋有一個 committee 嚟睇嗰啲 case。其實嗰啲 case 你聽到嗰啲 case， 我錯過喺嗰啲 meeting 啊，好多人驚啊，因為好細路哥十八十七歲十八歲，佢又做咗媽咪，
你睇好快嗰個細哥一齊啊！你係講緊媽咪同埋個仔女一齊啊 ，in 嗰個 scan team 嘅 reporting 啦。呢個 case 係好多喺馬來西亞，所以呢個係一個好 urgent 嘅好 urgent 嘅case 啊。咁我就希望政府會俾多啲 resources next year budget。好似 Bukit Aman 啊，嗰、那個 D11 嘅 unit 應該係有多啲manpower 嚟，即是 fight 呢啲咁嘅 issue 啊，俾嗰啲阿爸阿媽。我知道而家係好多人好 stress， 但係係嗰啲係好 stress 你有即是講嗰啲 temper 啊 ，anger management 啊，冇出喺細路哥嘅，因為細路哥係 innocent， 細路哥係好無辜你唔應該即是發。發出嚟啊！對細佬哥係對你好唔公平嘅有時我哋一下猛整啊，講嗰啲話講咗出嚟收唔翻嘅同埋細佬哥會記住嘅呢啲嘢。我哋叔媽都做過細佬哥，我哋都知道係會有人同我哋講嘅。我哋大個咗，我哋都係會忍住。咁我就希望阿爸阿媽係，如果你有好多 stress 嗰啲 management， 你揾一個 support team， 揾嗰啲 counselling 嚟 get help for yourself， 千祈千祈唔好打細佬哥。OK， 哇，YB 的结束语是很重要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能够打小孩，因为这个可能后患无穷啊。好，我们今天呢讨论呢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真的是非常感谢 YB 了，绝对就是有问必答，然后也提供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今天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场收听的朋友呢都会有所收获。那如果你刚刚进来的话，刚好听到后半段或最后一个部分的话，鼓励你听完完整的一集，我们呢待会呢就会把完整的 podcast 呢上载到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app 当中，鼓励大家去听一听 YB 刚刚的一些分享跟他的立场。非常感谢 YB， 谢谢，谢谢 YB， 拜拜，再见，拜拜，大家拜拜。